五中介强强联手，无滤镜无偏差，还原青春本色。So wild, like animals。舞出舒适圈，挑战自我。不会真的让我穿旗袍吧？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大家都开发了内心最女人的那个部分。人生中第一次穿裙子跳舞，真的就是会觉得很炸。互相交流，第一次 battle 它是一个惊吓，更多的是用你的眼神来跟他们对话，共同成长。现在轮到你教教我了。我们在一起，对，咱们得冲龙女出击。我们了不起。了不起舞社，周六晚上9:30，星空卫视。